接头一个来新港乡，民进党嘉义县山区立委参选人陈冠廷五号成立总统立委新港乡联合奥运会。陈冠廷强调，嘉义县已经为农业县转型为农港大县，伊已经向赖清德提出争取农业科技园区的政见，并且获得首次的肯定支持。未来当选了后，更要争取台积电伫嘉义设厂，为嘉义县带入科技产业，完成经济大家口中无可能的任务。嘉义继续开拓，无限可能。奥运会成立大会伫洪天宫边仔的登云路来举行，邀请台语歌手詹雅文、名主持人郑鸿仪、3Q 陈柏伟来徛台作讲。民进党嘉义县东部主任委员陈川奇为陈冠廷来披彩带。并且由嘉义县议长张明达、秀正吉和奥运会会长叶梦龙、郑鸿仪致上包粽和陈冠廷，现场乡亲来歌呼动选，场面气氛是真热络。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张明达议长，甲咱的奥运会主席进行交予咱的叶梦龙会长来大声来欢迎一下。县长王章良表示，嘉义是维护台湾精神的重要基地。过去新港的民进党得票率拢是一级棒，伊对新港有信心。陈冠廷秉持着台湾人照起工的精神，开了200多场的客厅会，到处来说明政见，是一个得到乡亲支持又搁袂投机取巧的少年人。陈冠廷表示，这件选举不是只要选立委，还有选总统、选政党是很重要。新港是一个充满宗教文化、人文、民主意识的所在。赖清德是相当关心新港，并且到处到新港来视察，并且也答应伊未来嘉义要争取农业科技园区的政见。伊若当选了后，更加要冲入去总统府，争取台积电到嘉义来设厂。最新新闻整理成新港乡采访报道。湿地症是一种病，不是正常的老化，镜头唔来建议退化。甚至会影响正常生活，譬如讲，代志虽讲虽袂记，无头神，情绪无解稳定，个性变甲较猜忌，物件无去，唔知你安怎找顶顶的镜头。嘉义县湿地综合照护模式，提供对体检、早期发现、专精去照护单位一连串的服务。三不五时参加社区的活动，会当预防和减慢生活功能退化，